年又开始做鱼虾腊酱了。前段时间天天下雨，这鱼干没货了。这两天天气好转，开始做了，还欠了大家不少，一直也没发货，实在抱歉了。这外面太阳太大了，走在这个工作巷子来。现在螃蟹要开始做了，撒点大蒜先。现在开工了啊！前两天我们这里天天下雨，这些货晒不干了，很多人下了单还没给人家发出去，耽搁了好几天了。今天忙到后晚也要把它做出来，来吧。喂，螃蟹的健康证，你帅的一逼呀、啊！这是我们的鱼贩，跟上次鱼不一样。伙夫辛苦了，真的。伙夫改天带你去嗨。嗨就算了，嗨不起来了。你嗨不起来了。两大盆。亲，给我吃一口不？你在偷看我。给你们当伙夫了，今天吃这个酸辣粉。改天我请你吃大餐哈、啊。改天我请你吃牛排。啊，可以。今天干了就好了。先吃饭，吃完饭再做。这厨房被我们霸占了，我外面叫两个菜来了。螃蟹热晕了，干了它，螃蟹。啊，没有煎的，有点蒜的，有点蒜。现在开始炸大蒜了。大夏天的烤火，对。螃蟹媳妇太热了，晚上要拿上来，让他烤烤火。太热了。哦吼，你跑哪里去了？烧一大锅香油。这是做好的一锅。这油放多一点，不然容易坏，明天它就吸干了。现在做完了，忙到12点多。嗯，15点多啊。嗯，哦，1点半了。1点半了。休息。嗯，拜拜，螃蟹。拜拜。嗯，早点睡，辛苦了。